生兴旗，不朽传奇。欢迎收看《高生传奇》。顶回提到六祖慧能大师召集十名历史弟子，向因讲解如何阐述法理，又不失禅宗顿教法门的宗旨，以及在师父的相对面上，找寻中庸之道。同太极元年，慧能大师要求弟子在故乡新州的国文寺建造一座报文塔。当年大师告知弟子因，伊要月牛，便要离世。众文人听闻，拢忍不住叹气，唯有心怀禅师无。慧能大师用一首《真假动情记》来祝福因，并运用达摩祖师的一华开悟曲，来讲明禅宗祖传家世，只传到六祖慧能大师这一代。后续发展就不再单独选择一人作为代表，而是改由用法理来传授原属禅宗思想。慧能大师在本集的节目中，也来甲咱讲何种的道理呢？今天的高生传奇系列，就要继续为大家介绍慧能大师的传奇故事。先天二年七月八日，慧能大师甲伊的弟子因讲，伊要回故乡神州，啊，因赶紧去准备船只。众人闻言，靠咧坚持要挽留慧能大师，但大师心意既决，无时回应着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虽然出现异世，有来必定会有去，有生必定会有灭，这是相当正常的一件事。如此，我的肉身骸骨也理所当然爱回到伊的归宿。众弟子想起慧能大师之前的教诲，强忍住目屎的问大师：什么时候才会阁倒转来宝林寺？慧能大师望着眼前一个一个难掩伤心的弟子因，面带浅笑地讲：落叶归根，为师就如同那落落的高叶般，终归爱回到根源啊。这时有一位弟子开口，又问了慧能大师一处这个问题：伊到底将禅宗正法甲依法传授何了何人？慧能大师转头看向那名发言的弟子，好一阵啊，拢无开口讲话。众人的心情也随即紧张起来。刷脸，慧能大师收回伊的视线，目睭望向一边高宗大师，双手压后的讲：有道则得，无心则通。明知大师早前便回答过此问题，但当有人又提起的时，不免的又生出贪欲之心。有了攀缘心，当然是无法通达领悟大师的道理。如此无智慧又内心不正的行为，就是两人难敢汉下。一位身材较瘦小的弟子开口，拍破现场困倦的氛围。伊询问慧能大师：大师在将来是否也会再遭受劫难？慧能大师无奈说道：在我离世之后的五至六年，会有一个人前来要取我的人头。现在我有一段话要讲给您听。人爱谨记，头上养亲，口内思餐，无怨之难，用柳为冠。大师闻言一听，再度叩头顶礼。其中一人问到：自从佛祖应现以来，已经传授了几代呢？也望师父慈悲，为众弟子开示。慧能大师回应：
国王近来应献以色列的血数量已经无法估算，现在是以七佛作为起始端，为释迦牟尼佛开始传呼第一代祖师摩诃迦舍尊者，到第三十二代祖师弘忍大师传授予第三十三代的慧能我。以上诸位祖师拢是以心印心，各有秉性，连日后也爱代代相传，切记唔通规章错误了本心本性则是。慧能大师预备，大家面上谨遵恭敬，向其行礼作礼了后，便退至一边。先天二年八月初三，慧能大师等人在新州国文寺内用过斋饭后，大师便要求众弟子闻声按照位置坐下，是时候要向各位道别了。慧能大师微笑地说，您斟酌听好好，遐迷失本心的人，努力能摄得众生，那就是佛性。卡斯不能摄得众生，这边历经万般的劫难，想要卖得佛啊，也是难无难见的。我今仔日要教恁如何认识自己心中的众生，看见自己心内的佛性，要想求见佛，就必须先摄得众生，因为是众生迷失了佛性，你不是佛性迷蒙了众生，你若是能够领悟自性，一念平等正得，即众生即是佛啊。反之，如果失去了自性，或者是心中自性变得恶邪阴险，心态不正，即佛也就成了众生。咱心中的自性本来就有佛，自性是佛，才是真佛。自性如果无半点佛心，也可以到何处去寻找真佛呢？恁莫要怀疑，自己的心即是佛即句话。本心生万法，这是无法度透过外面的任何一件物件去建立产生的。就像经文内面讲的，心念生，即种种发生；心念灭，即种种发灭。我现在留下一首《诸生真佛偈》，望后代的人可以体悟此句上的真正含义。自见本心，自成佛道。诸生真佛偈的原文如下：真如诸生是真佛，舍见三毒是魔王，舍迷之时魔在舍，正见之时佛在懂。心中舍见三毒生，即是魔王来自舍。正见诸毒三毒心，魔变成佛真无假。法心、报心及化心，三心本来是一心，六向性中零自见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本来化心生净性，净性常在化心中，生死化心行正道，当来圆满真无穷。因性本是净性因，多因即是净性心，性中各自离我欲，见性刹那即是真。今生若无顿教门，佛我自性见世尊。若欲修行卖造佛，不知何处能究真。若能心中自见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。不见自性外卖佛，
其心总是待痴人。顿教法门金既流，求度世人须自修。报你当来学道者，不作此间待悠悠。慧能大师这首寄语的解说是安尼：真如自性是真佛，舍见三毒是魔王。当你有邪念的时候，就会产生出三毒，真理魔就会占住你的心房。你若是你持正念，无生出贪嗔痴之相，那么佛就会在你的心中扎根。心静即佛，心邪即魔，是佛是魔，端看自心。清净发心，圆满报心，加千百亿化心定三心，本来就是一体三面。你若是可以真正体悟到此道理，真正的熟悉了自己本心本性，才能成就为佛的菩提境界。今生若悟到禅宗顿教法门，并且了悟到何为自性，即可见教佛。你修行时若是能明心见性，就可以记得了真正的佛性。假使你无在自己的本心本性内底损害自性，一直向外堆禅真佛的踪影，所谓起心动念皆属无耻。现在我已经将禅宗的顿教法门留予恁，想要继续度化世人之情，必须先自我修行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人的生理本能配合着心理的指示，如果能善加调整，不仅引导我们走向人生的正途，还可以圆满成生命究竟的理想。佛陀的故事叙述佛陀与众生之间的互动，如何善巧方便地找回人人本具觉醒的心性。护持节目制作就是护持佛陀教法，让佛陀的教育救助人间。节目护持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慧能大师说完初修记忆后，要求下面新式俗目的地主因在伊说说后，请先在此处安住，千万唔通像世俗人一样靠得累如物下，并且在接受他人吊祭慰问之时心情好福。如此行为就不是大师的弟子，也非佛法的真意。记得只要能识得本心，就可以看见自心无动无静，不生不灭，回来回去，不死不悔，佛祖佛往的自性。这是大师可以送所有弟子闻声的最后一首寄语了。恶恶不修身，庭庭不作恶，积积断见闻，动动心无著。上述其上简单来说，就是甲咱讲内心爱思想保持平静安定，心量爱坦荡清净，行善就如同日常，是用来修习自身的善报，而不是刻意要做求福之用。慧能大师话说完，便客气相磨，结双脚叠坐，一众弟子也随之端坐在原地，只见室内点燃的香，升起袅袅的烟云，一时宁静。直到半暝三更的时分，慧能大师忽然睁开目睭，对着所有的人讲：“
我该走了。一句言毕，大师缓缓低下伊个头，面露浅笑，一动也不动了。刹那间，一股个异香充斥着整座个大殿，一道白光从天而降，照耀着大地，将整片个楠木拢染白。那中的飞禽走兽纷纷哀鸣出声，仿佛整个世界拢披了白幔浩瀚，在为慧能大师的离去感激难过。慧能大师享寿76岁，在慧能大师圆寂后，广州、潮州、甲神州的三个大师曾经待过的所在。上界派出文人、丞相以及当地官僚，争先恐后的想要将慧能大师的真身，佮引进自家的寺中供奉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，广州代表先讲到，大师当年是在法性寺内剃度出家，因也为此起了一座义法塔，保留当初的落法至今，所以大师的真身应该爱来因的广州。潮州代表不甘示弱的回应，慧能大师在宝林寺内弘法相当时间，也是在此处开山建立禅宗顿教法门的。安怎讲？真身非得供奉在宝林寺才对啊！神州当地代表据理力争，慧能大师的故乡就在神州，连大师原籍拢选择回来一趟，因此大师的真身内洞留在因的国文寺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三方争执不下，最后定案以焚香祷告，由慧能大师自己来决定要终住在何处。清香的烟所寄向的所在，即为大师的所归。11月13日，宝林寺将慧能大师的真身以及组团家师一同迎回寺内供奉。过当年7月25日，众人将大师真身为神龛内请出，由地主方便禅师以香火甲泥土，将真身有吶喊的区域填补完全。文人地主忽然回忆起慧能大师的预言，有人会来偷取伊的首级，故特别用铁片甲擦布，将大师的颔棍部分控固加强后，才放入灵鹫塔来保存。唔知影大家感觉爱会记住？较早咱有提过大师的预言时，慧能大师讲出了四句话：头上养亲，后来思餐，无怨之人用柳为冠。当时在迄个段落，无向大家解说，伊到此处来做说明。开元10年8月3日半暝，灵鹫塔内传出金属碰撞的声音，寺内原本困甲长落眠的僧人纷纷起身前往查看，发现一名男子神色惊慌的从房逃出，众人也顾不得得意的男子，赶紧查看大师真身，发现其颔棍处有几道刀劈的伤痕，赶紧报官抓人。不久后便轻赦这名的犯人。审问下发现这名男子名叫张静远，家中贫贫，为了供养年迈的父母亲，故收了一名高丽和尚金代笔作些钱，答应要来帮伊夺取慧能大师的头颅。
也开得慧能大师造物言，大家拢已经做好准备，这才无良医得停。讲来也奇怪，当时负责调查此案的官吏，一位叫做刘无忝的赤死，一位叫做杨侃的官吏，刚好就是大师吴言中所提到的杨柳为官。后来刘赤死就问大师的弟子金涛禅师，此事应该要如何处理？金涛禅师回答：此次事件若按照国法来处办，一定是破衣斩刑，而且也是无转还余地的状况。但出家人理应自卑为怀，在佛法中曾提过冤亲平等，所以此事便作罢吧。如此情怀让刘赤死相当感叹，赞叹佛门功德实在是不假。于是当庭就赦免了张景万的罪过。慧能大师的四句五言，拢准确地提到事情发生的经过。在慧能大师入灭后，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大师的肉身是否已经平安了吗？后续发展，请静态下回分解。